真的很好，我觉得很神奇啊！只要进去了，就它一经打造，你就立马变韩味儿了。就它一整腻，你就变韩味儿。你是田中国籍，那你别诋毁我老公行吗？别诋毁我老公。哎，谁不信你也穿着 CK 呢？不行，他是公榜穿的。你练个双开门呗。你练个双开门呗。欢迎风中影。欢迎柚子，真他妈全是帅哥，我也发现了，而他们身材保持得好好呀，身材、皮肤啥的，保养得贼好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为你栽葱你的。去了。去了，但我觉得太那个了，我觉得太多人拍了，我觉得他妈不想拍了就，不想拍了，但我拍了，但我还是发了。想不回头，却感觉自己。我感觉唯一再去的点就是什么？能让我再去的点就是他们那个医美做的确实比国内的好太多。要说景点啥的就算了，去纯是破烂，纯是农村。李总幸福了吗？李总，哒哒哒哒哒哒，Oh no, Oh no，现在不住公寓了。欢迎99。要怎么去证明？要怎么去忘记？你给我换的吗？是你给我换的吗？深爱过的你，有些事情无法继续。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吗？在我没出息，你要是想给我换的话，我也不拦着。脸上的纠结，结束了，是心里吗？你榜一，我说你再刷30，给我占个榜。需要你忘记。现在抖音有那个1000贡献值榜吗？你都可以榜一张，你别太嚣张了，你太嚣张了。噔噔噔，欢迎优弟弟，你快整一个吧，真的，这播间马上就要黄了。
要怎么去证明，要怎么去忘记，要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忘记，深爱过的你有些情绪是无法继续，你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，谢点亮把你笑。想的真假都结束吧，说心里话，这个哪这么难呢，唱不好。需要你忘记，快快走吧，我晚点就回家。欢迎小胡。雨滴落下的声音，有种我的频率，像一颗老化掉所有情绪。谢谢夸奖。你一个人在 KTV， 你一个人在 KTV 干嘛？看我蛮高的吗？我不高的。想的让气氛更尴尬，能不好吗？眼泪是心疼吗？你会喊我吗？你衣服悠啊，衣服悠悠的，那些小地方。有人共情你吗？真没有。欢迎呱呱。我以为睡觉了呢，没想到吃瓜。你看兄弟就是很高了。我真的不高了。瓜老师，你说我高了吗？瓜老师，一会儿给你转五块，你快说我不高了。下播给你转五块，你说我不高了。这三个字不用发的，为什么这么白？我天生的，天生丽质呢？我死装上了。装姐，这啥歌？这不知道，这个不认识，这什么语？粤语可能吗？粤语混英文。
苏老师又见面了，我去！张张，你拉个队友，张张。我靠！什么？你们两个要打我？没有，想跟你友好社交一下。我反正没钱。对，友好社交，友好社交。不是要打，反正不是我打，别记我的仇。那个苏苏不是苏苏的仇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好烦啊，九老师。我烦什么啊？换一下。要不我跟张老师一组，你拉个队友。你是狗吧？你这样就半路撇下我是吧？开玩笑。欢迎上路。关老师在。好烦啊！怎么哥都走了？刚刚在这里气势如虹的，怎么一打 PK 人走啊？我猜拥护哥在。嗯，不在。肯定在，他刚刚叫宝宝，我听见。欢迎上。哦，我是你队友。欢迎山姆。九九，你到底是谁队友？你欢迎弟弟。哎，我小超，我们一组。啊，我们一组啊！那我怕拉低你 GDP， 不是，那我怕拉拖你后腿。九老师过来，九九老师过来。好。欢迎我尊贵的年度 VIP Camellier， 欢迎上的各位。输了说闭麦喽。欢迎上的朋友。欢迎洋洋，手翻了。用户哥在是吧？呱呱，我的掌管能亮吗？呱呱呱呱，能不能把我掌管亮了？呱呱狗狗，噔噔噔噔，都帮苏苏老师点亮那个火箭了呢。记了吗？记了。噔噔噔，记不了一点。呱呱在，我们记不了一点。家人们过家常。来来来，让我发个大红包。我去，没币了，咋办？哎，这不开玩笑呢吗？这不是闹呢。咱们抢抢红包啊。中都吗？中都吗？真的只差一点点了吗？真的只差一点点了吗？我们还差两个人助力。一个人，我靠，谁要成家好有凝聚力啊。
减肥没大不到呀，不到呀。欢迎星空，中秋了，我们有奇迹啊！我们，我们播间还有奇迹吗？加床还有20秒，欢迎风言风语。宝宝，九老师，你笑死我了，我受不了了。那就干什么呢？我六号肯定没有人想烦我吧？那肯定没有的了，那就烦小陈，你点个关注吧。可以的，我愿意。怎么说？沉淀了，沉淀了，沉淀了，拜拜。没有，跟张老师当对手突然就不习惯。我这怎么看出来的？沉淀了，沉淀，狠狠的沉淀了。呱呱噔噔，我就知道呱呱最心疼我了，我就知道呱呱对我最好。欢迎 BB。 是后天长的呢，要睡了，好，3点了呢。我这个是啊，长了个痘，然后痘下去了之后，它就变成痣了。欢迎暗夜行者。位置有不好的说法，感觉又挺好的，没听说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了解，没问过，最主要我没问过。
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正中间，就有点偏偏一点点。欢迎阿手。呱呱，美女之，这是美女之吗？美女之不是长这里的吗？美人之，美人之不是长这里的。欢迎我的爱我。可以，可以。他以后就是美人做。欢迎吃，谢点亮。也是三点了呢，欢迎小小 H。K， 哒哒哒，欢迎哦哦，这水呀，这是水啊，这是。当当当！欢迎天使。嗯嗯嗯嗯。谢谢我们宝宝的高级灯牌。真的是好久不见了。怎么说？最近在沉淀吗？在沉淀吗？噔噔，蛋号回归了，回归了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再也不户外了。欢迎呱呱。
最近还在找机会沉淀，还沉啊？再沉再沉，会不会就是有点太沉了呢？还在吃瓜，好好奇啊，好好奇那个卡圈什么瓜？噔噔噔，欢迎赵若琳。噔噔，别沉了吧，别沉了吧。你已经沉得够久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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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吗？耳夹夹的，我耳朵好痛。我寻思，我还以为你又卸载了，还以为你又卸载了。欢迎香港第一深情。谢了，夏，你还真谢了，你还真谢。请问是什么让你卸载了它？请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卸载了它？欢迎柚子。emo 老铁，老铁你怎么一到晚上就 emo 啊？噔，噔噔噔，就沉淀了，那都一周了，都一周了，是不是沉淀好了呢？是不是沉淀好了呢？噔噔，行情没沉淀好，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哦？快好起来，好起来，好起来，好起来！我最近嗓子有问题，我就讲过。都周二了，而且周二都马上下播了。哦，能帮我点一下？能帮我点亮一下？还差一点点。噔噔噔噔。我嘎嘎努力哦。昨天也是下得很晚，今天也播了很久。哦，哥哥肯定会心疼我的吧。噔噔噔，欢迎家好。这什么歌？噔噔噔。主动 Q 啊，呼呼吗？你认识呼呼啊？啊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我是我，对啊，我们认识。哒哒哒哒哒！啊，呼呼怎么知道了？呼呼怎么知道我们俩认识？我靠，是不是共有啊？微信共有。哦，那他应该是看到我给你点赞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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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然后嘞，互联网太小了。对，他播白天的，我白天总去他直播间的。我总去给他送灯牌。谢谢小毛的消耗流星雨。谢谢红。好，那你早点休息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欢迎吃火腿。凌晨三岁。噔噔噔噔。头好痛。欢迎七八一。
欢迎多少？欢迎幸运小喝。靠，要不要重伤一下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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